根据最新公布的中国大陆儿童性侵害调查报告，大陆儿童性侵案中有八成是熟人作案，其中大陆公职人员占45%。中国大陆百年老店同仁堂最近健体无补丸被检测出水银含量超标，日前又传出牛黄千金散、小儿质保丸的朱砂含量达到17.3%及0.72%，分别超过大陆和香港的标准。中国大陆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今天表示，龙岗区横岗街道昨天晚上地面突然坍陷，出现大坑，酿成四人死亡，搜救工作仍在继续中。掀起香港关注的荷兰巨型公共艺术作品橡皮鸭已经完成充气，但是因为天气不佳，迟迟未能公开露面。新唐亚太电视整理报道。